就再等，给退休给。哥，来，子健。给，小峰。哎，你笑。你真坐落来啦！啊，你透早就咧无闲穿这道啊，啊，搁穿啊这尼啊青草，你上过辛苦。来来，你加食吧。好。爸，你有听人讲哦，有一种药叫做妈妈感觉的药，特别一个回来一定会食饭哦，妈的菜哦，啊，穿几道啦，就是给咱枵着。我知啊，你要看啊。哦，我这把肚汤啊拢走出来啊，被你骂饲的啊！啊，家仔啊，伊无去解毒，啊那无伊那是去饲猪啊，迄猪条客满啊，因为逐只猪哦，饲甲肥嘟嘟，带袂落。我嘛同款啊，我外面人碰回起来啊。过来，先食这狮子头，这是妈上新的手落菜，你一定爱食，食看卖。要不啦，妈有煮你上爱食的卤味，来来来，妈足久无煮啊，你嘛应该足久无食吼，来，嗯，跟食，哇，啊这个味劈开，那感觉足熟悉啊，嗯，嗯，啊，笑，啊。当当哦，搁包浆嘞，好快哦！哦，我做啊，也做食啊。你现在比之前搁较亲像囡仔，豆豆食。哎，这豆干哦，真正愈食愈散碎，下下拢足想要哦，加食几块嘞。啊，这，哎呦，烧啦！哎呦，烫着啊！来，给，吃，给你们吃。哎，你要吃你嘛，看看吃。等你豆干较冷的，你归起来就好吃就弹了。因为妈卤的豆干我是上爱吃的啊，一种卤食煮出来，你薄菜的感觉，我真足思念的。只是每一次吃的时阵，拢一直会烫掉。爱心拢记条条，啊！不过你煞把咱两个钥匙拢放袂起来。什么钥匙？咱捌伫个客群的塔位头前有做过钥匙，我要甲开欠你的十八年拢还你。你嘛有答应，要甲妈永远拢袂阁分开啊！结果你才休一半，你着阁走出去。干嘛办？一人去外口做狗叫？哇！今麦讲这要创啥话啦？你喙齿烫着，较要紧啊！我哪无？过去我做遐一个歹代志呢，你现在要对我这么好？为的是我的囝，讲起来，怕惊怕心肝，去惊去无影。不管你安怎歹，拢是妈妈的后生。你为非三做的时阵，妈从来拢唔捌想过要放弃你。既然你即马有心。想要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妈当然会给你机会啊！哦，哎，哥，妈讲无唔对啦，泡好了茶嘛，就亲兄弟呢。哥安怎讲哦？拢是一家伙啊。其实哦，我伫想要甲恁兄弟讲心呢。你哦，就莫跟我拌菜混啦。
来来来，来，一人一半，感情才袂散。我做安尼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亲戚安尼三番两次对爸见死不救，我真正是无值得你挽留啊！啊，你不是迄喙齿去烫着啊？我这尔兴趣哦！我这同事家我都拢无计较啊！啊，顶多是你大个就你就说，来。泡菜啊，代表酸啊；豆鸡啊，代表甜啊；啊，苦瓜就是苦啊，那面啊豆就是涩。这四种滋味啊，人的一生一定拢会经历过啊。啊，不过永远会记，咱这个家，就亲像这碗同款。不管伫咧外口经历过什么代志，酸甜苦涩，伊拢吃过，拄到什么风浪，拢免惊，因为这个碗，伊同款的稳稳，给你接条条。是啦，就算讲碗空啊，妈嘛给你有碗，让你随时补充体力，继续出去打拼。我听到啊、哦。所以既然啊，你已经有心嘛，要从头开始，要好好做。啊，人咧讲啊，紧行无好步啊，所以你上起步至少啊，爱听你妈妈的嘴，好好食饭，把你的身体顾好养，唔通让你妈到。啊，厝内面的人啊，佮为你咧操烦挂心。啊，若其他代志哦，偷偷来，无人会甲你嘴甲你管。上来啊！阿公、阿妈，不要紧。叫阿伯啦。哦，阿伯，弟弟。